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因应疫情最新的变化呢，新北市在下午召开疫情的记者会。今天参与记者会的有新北市长侯友宜、副市长刘欣然以及卫生局长陈润秋。接下来就麻烦市长为我们说明今天新北市最新的疫情状况。新北市的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新北市没有新增的本土个案，不过有7个居家隔离裁剪是阳性的个案，这里面个案的分布里面，板桥区有2人，永和区有2人，汐止区有1人，三重区有2人。那这里面接触者251人，居家隔离246人，目前居家隔离数内管数是668，本日可解隔3人。这7个个案都是跟台北市房屋中介，以及在台北市用餐 KTV 有关，但是他们因为居住在新北市，所以列在新北市的确诊个案里面。至于这个个案的分布，特别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个案从设计师个案到台北市房屋代销同事，这里面有一个案19859。他本来是无症状，在26号确诊，那目前 CT 值是34.5，结果他验出来之后，我们在居家隔离他们的父母亲，19883跟19884，这2个都没有症状，都在27号验出来 CT 值32.8，还有 CT 值31.7，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代销公司的同事，在。台北市跟19816在同一个案号里面，这里面他在20号有肌肉酸痛、咳嗽，在26号确诊 ，CT 值是16。哎，这个跟所有的同事这当中，房屋中介到25个同事到 KTV 唱歌，其中总共中了8个，8个里面有5个住在新北市。2个住在台北市，1个住在高雄市。这些主场跟活动都在台北市，所以这8个里面有5个是新北市。那5个是新北市，这里面特别就这5个新北市里面，按19926跟19927是一个母子。这个母亲在27号确诊 ，CT 值22.8，孩子。确诊21.36，因为妈妈抱着孩子也去参加这个 KTV， 也都中了。这个孩子4岁，住在三重区的某幼儿园，所以幼儿园里面，我们特别把他家人跟幼儿园共241个人的接触者，框列的居家隔离是236人，所以这个是比较框列。为了幼儿园做预防性停课跟居家隔离的一个措施，这是这一对母子。至于这里面还有一对夫妻，那 CT 值是24.47，还有 CT 值19.4，啊，这一对夫妻都有打过两剂。那目前活动地点也在台北市，啊，这2个人居家隔离的7个人，那接触者是7个人。都在安排裁剪当中，最后一个是女性，1993年，是一个女性，这个是没有接种疫苗，不过她的活动地点都是在餐厅跟 KTV， 都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居家隔离3个人，框列接触3个人，那经安排裁剪，那居住在汐止，所以目前今天新北市有7个都是跟台北市房屋中介代销同事。到 KTV 唱歌里面，25个里面中了8个，8个有个是新北市，另外2个是一样代销公司的父母亲，所以新北市是今天的疫情状况，特别给大家做个报告。至于三重区某幼儿园这一位刚刚讲过的 PCR 阳性，那该园从2月17号到3月2号进行预防性停课14天，今天已经完成园内跟周边的清消。那所有的员工跟
跟同学们已经启动居家隔离，特别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做一个报告，谢谢大家。感谢社长的说明，接下来进行媒体提问。请问现场有媒体朋友要提问的吗？是，有请公示姓名。是的，这个他的母亲呢？他的母亲呢是这个旅行社的导游。是跟他从同餐厅吃饭的时候染疫。他的感染源本来在这个部分就需要再进一步用基因定一个顺序，那设计师呢跟19813也就是台北房屋代销公司的这一位是在餐厅同餐厅用餐，那他们两位是谁传给谁，这个部分呢会在后续再看所有的 CT 值的变化，还有他们以及他们的抗体的状况，那进一步 Omicron 是不是全部都是 Omicron 这些的定序来做一个厘清。请问现场还有媒体朋友要是想追问一下，你看这几起案件都是跟餐这边会不会要加强这些的防疫，或者是说要针对有施打疫苗这方面的考量。我们新北市呢，在于所有的这个 KTV 以及餐厅的所有的规范呢，都是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来办理。那我们也呼吁所有的人，如果到这个 KTV 去，那本来就应该规定在没有唱歌的时候就应该要戴口罩，而且呢，彼此呢最好还是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不要在太拥挤的一个空间，因为它都是密闭空间。那在这个地方呢，如果真的有饮食的行为呢，应该要跟别人要稍微有所区隔，这样会比较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另外还要提醒一个，就是真的有不舒服的时候，这些地方是不宜参加的。好，非常感谢今天媒体朋友的参与，我们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因疫情最新的变化呢，新北市在下午召开疫情的记者会，今天参与记者会的有新北市长侯友宜、副市长刘浑然以及卫生局长陈润秋，接下来就麻烦市长为我们说明今天新北市最新的疫情状况。新北市的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新北市没有新增的本土个案，不过有7个居家隔离裁剪是阳性的个案，这里面个案的分布里面，板桥区有2人，永和区有2人，汐止区有1人，三重区有2人。那这里面接触者251人，居家隔离246人，目前居家隔离数内管数是658，不认可只隔3人。这7个个案都是跟台北市房屋中介以及在台北市用餐 KTV 有关，但是他们因为居在新北市，所以列在新北市的确诊个案里面。至于这个个案的分布，特别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个案从设计师个案到台北市房屋代销同事，这里面有一个案19859，他本来是无症状，在26号确诊，那目前 CT 值是34.5，结果他验出来之后，我们在居家隔离他们的父母亲19883跟19884这两个都没有症状，
都在27要验出来 CT 值 32.8 还有 CT 值 31.7。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代销工区的同事，在台北市跟19816在同一个案号里面，这里面他在20号有肌肉酸痛咳嗽，在26号确诊 CT 值是16。那这个跟所有的同事这当中黄仲介到25个同事到 KTV 唱歌，其中总共中了8个，8个里面有5个住在新北市，2个住在台北市，1个住在高雄市。这些主场跟活动都在台北市，所以这8个里面有5个是新北市。那5个是新北市，这里面特别就这5个新北市里面，按19926跟19927是一个母子，这个母亲在27要确诊 CT 值 22.8， 孩子确诊 21.36， 因为妈妈抱着孩子也去参加这个 KTV 也都中了。这个孩子4岁，住在三重区的某幼儿园，所以幼儿园里面我们特别把他家人跟幼儿园共241个人的接触者，框列的居家隔离是236人，所以这个是比较框列，为了幼儿园做预防性停课跟居家隔离的一个措施。这是这一对母子，至于这里面还有一对夫妻，那 CT 值是24.47，还有 CT 值19.4。这一对夫妻都有打过两剂，那目前活动地点也在台北市。这2个人居家隔离，7个人，那接触者是7个人，都在安排裁剪当中。最后一个是女性，1993年，是一个女性，这个是没有接种疫苗，不过她的活动地点都是在餐厅跟 KTV， 都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居家隔离3个人，框列接触3个人，那经安排裁剪，那继续在细数。所以目前今天新北市有7个都是跟台北市房屋中介代销同事到 KTV 唱歌里面，25个里面中了8个，8个有个是新北市，另外2个是一样代销公司的父母亲。所以新北市是今天的疫情状况特别给大家做个报告。至于三重区某幼儿园这一位刚刚讲过的 PCR 阳性，那该园从2月17号到3月2号进行预防性停课14天，今天已经完成园内跟周边的清消，那所有的员工跟同学们已经启动居家隔离，特别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做一个报告，谢谢大家。感谢社长的说明，接下来进行媒体提问。请问现场有媒体朋友要提问的吗？是，有请公视新闻。关于那个母子档，他那个妈妈是不是就是那个所谓的旅行社的业务经理去台东的那一位？是的，那个他的母亲呢？他的母亲呢是这个旅行社的导游。是跟他从同餐厅吃饭的时候染疫的，他的感染源本来在这个部分就需要再进一步用基因定一个顺序。那设计师呢跟19813，也就是台北房屋代销公司的这一位是在餐厅同餐厅用餐，那他们两位是谁传给谁，这个部分呢会在后续再看所有的 CT 值的变化，还有他们以及他们的抗体的状况，那进一步 Omicron 是不是全部都是 Omicron 这些的定序来做一个厘清。请问现场还有媒体朋友要是想追问一下，你看这几起案件都是跟餐厅这边会不会要加强这些的防疫，或者是说要针对有施打疫苗这方面的考量？好，
我们新北市呢，在与所有的这个 KTV 以及餐厅的所有的规范呢，都是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来办理。那我们也呼吁所有的人，如果到这个 KTV 去，那本来就应该规定在没有唱歌的时候就应该要戴口罩，而且呢，彼此呢最好还是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不要在太拥挤的一个空间，因为它都是密闭空间。那在这个地方呢，如果真的有饮食的行为呢，应该要跟别人要稍微有所区隔，这样会比较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另外还要提醒的，就是真的有不舒服的时候，这些地方是不宜参加的。好，好，非常感谢这些媒体朋友的参与，我们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